看了一下，发现了它是0到6号这个一样一个数字。我当时想的是有可能是那种电风扇的遥控器，或者是灯光啊，或者说是电器啊这种东西，就乱按了几下，就感觉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。哎，怎么又有线索？我们在发朋友圈。你刚才是不是按啥了，凯哥？啊？书包可以先丢到这边来。这有体重秤，我们可以先称一下，然后等走的时候再称一下，看瘦了多少斤。哎，谁打开了天窗？谁打开了天窗？遥控器吗？不会是？遥控器。谁有遥控器来着？遥控器是石凯。石凯拿遥控器开天窗。他不在，他应该到处瞎摁。赶紧，他还不在。快看线索，快看线索。快，拿线索手机拍下来。赶紧。你按了遥控器，你这个开了是不是？你按一下。哦，不是他，没事了，走吧，走吧，站站，算了，验证清楚，验证清楚，验证清楚。这是我的线索，我们担心。